问题不大。哎呀，我今天这腰有点不太得劲儿啊，有点痛。看你打牌是一种享受，看你发弹幕也是一种享受啊。我们互相享受吧，兄弟。你好，闪现一打不死，算了。虽然他一开始下我血下得很快啊，但是不要怕。他这个重印用完，相当于他就没有伤害了，相当于他没有天赋，我们比他多个天赋呢。好痛哦！打了个闪，还行吧。回家了。没有药了，耗不过了。买个药瓶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他打女人厉害，他打女人厉害，我又不是女人，所以说这把他不会很厉害。这是什么皮肤啊？神龙尊者，炎龙射蹄，至尊，至真呢、啊？一点也不至真，这个皮肤至真感觉不太好，不好看。先升个四级再跟他打，我们有药啊，他也有药，他传送回来的，再扣一下 EA 扣，直接套点盐，这一波他走不了，他必须跟我打，他没有闪现，他这波他走不了。哎，怎么变卡了？哎呦，好卡好卡，又开始卡了。哎，我就发现每天吧都会卡一下，然后就得重上游戏，重上然后就不卡了。1134，这波不推。救一下阿姆姆，你要跟我打我五级，小伙子，交个闪吧，扣减速，没事，他应该追不上我。打人也不掉血呀，来个皮孩，这不比之前好多了，之前直接断网。行，自信回头，有些兄弟可能不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回头，不知道对吧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回头。首先，这个瞎子刚才我不知道他的 W 到底好没好。如果他刚才直接回头 W 射题，我就会被玩死。所以我提前预判他会往回 W， 所以我往回走了一小步再往前走，明白吧？
但是这小子吧并没有往后走，没放还是没好我不知道。不过我有闪现，我怎么玩他都是死。没听懂，怎么没听懂呢？那说明你理解不够啊。好卡，他刚用完 WA 你，他的 W 技能几秒的吸地前期，如果给自己，杀个蛇吧，中路又死了。杀个蛇，正好这蛇没有蓝了，把这蛇杀了，点盐套上得了，可以，还勾引出来两个人，不错啊。这边拿个双杀，我的。收波过路费啊，兄弟！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没想到啊，居然买一赠二了。一会儿等我们死了重上一下，太卡了，我那补刀都慢半拍。走吧，我走了。我们来个九头蛇先。八分钟九头蛇挺好。哎，其实我想买个红宝石的。买个红宝石吧，他怎么又跟我走了？你晚点跟我吧，你先跟打野。你现在跟我这等级起不来。又举报 AD 呀、啊？要不你别害 A， 要不你放过 ADC 吧，别玩辅助了。放过 ADC 吧，行不行？看来只有物资。哎呦！重上游戏。
正好冲上游戏，可以接受。死了，卡了。完了，游戏启动都启动不了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要不看一看啊？嗯，夜了。好，启动了，就是有点慢。啊，稍微有点慢，有点慢。大哥，这也太慢了吧！我重开一下吧，好吧。哎，可以啊，进来了，可以接受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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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掉就掉了吧，没关系。我们连上去应该也就个一分钟左右，可能也就挂机个三十秒吧，差不多。这瞎子杀了六个人，我这一重上怎么就变成这种情况了呢？突然之间，你要干啥呀？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！那瞎子很脆的，没事。瞎子装备不错呀。先把瞎子杀了啊！被我点眼死，700块钱可以，走呗。这蛇子有没有大呀？哎，好的，扣死他，给加速。上我身呐！你上永恩身上，你上永恩身上，他能追得上吗？W1Q 九头蛇，他回来！别怕啊！瞎子来了，瞎子没大，没事儿。哎，不行，这边应该死了。女枪来了，女枪要没来的话，这波我们就无敌了。2300-2480，卖一个吧，卖个多兰，把三项出。女枪又没来就好了，女枪怎么过来了？舔他！18秒有大，等一会儿。等个10秒啊！打架的话，先杀。先杀蛇女跟女枪，左边不知道有没有眼儿，升个11，去下路找色敌，这波不能打了啊，这个位置不能打。一起补吧，反正无所谓了，看看下塔能不能拔了。
是啊。啊！没人管，我可拆塔了啊！挺狂妄啊！干哈去了？勾引一波啊！哎，可以。不知道这蛇女有没有大啊？我们过来，别让他给我们包金塔。Nice。有蓝吗？没有蓝，没有蓝，把峡谷打了吧。再怎么的，咱也不能给对面，你说是不是？给我吧，既然你们都不想要，你们别这么谦让了，就都给我得了。来个死亡之舞，再打个蓝 buff， 下波团战我们无敌了，已经差不多有点打回来了。其实这把的队友还可以，尤其是这个永恩。先杀蛇女啊，扎克，我估计他往上走了，可能呀，往这边走。把龙打了，打小龙，瞎着没死，瞎着没死，开他们一波，要一圈啊，要他一波视野。这波我一个人打他们三个应该问题不大。先杀女枪，这是有持续虚虚的人。再杀射体，带我。我不掉血，小伙子。干嘛？又变成粑粑了？打死粑粑人。这波我们拿大龙，兄弟们。你是我把他埋起来吗？算了，我上高地吧，我这峡谷先锋，我给他放了得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要干什么？啊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粑粑人儿，有虚区吗？粑粑人儿，一波了，不墨迹了，拿下！费点劲了呀，好像。算了吧，打个红的吧。你要红啊，你个 ADC 要什么红呢？
他这把也挺惨的，不行给他一个红吧，给他个红吧，希望能让 ADC 感受到一下，哎，这样就不会少了一名 ADC 的玩家。我们英雄联盟国服的 ADC 就会多一名玩家，多一名玩家就多了一名有可能上世界赛舞台的 ADC， 加油！蛇女儿搁这儿呢，大蛇，大蛇，170块钱，有点便宜啊，一波不一波，让我看一看啊，一波了吧，嗯，一波了吧，拿下了，这个瞎子啊，从6-1一直让俺们杀到就是只剩100来块钱，给大家来个飞机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算了别飞机了，今天兄弟也挺多的，这么的吧，每个兄弟都能参与一下，来个2500块现金红包，好吧，来一个小厨娘就可以。